笑死我，嗰班死认英国老头系老豆嘅黄人，话就算系英国有事都一定会留喺英国。咁即系因为佢哋已经无能力再返返嚟香港咯。真有事发生嘅时候咧，我谂佢都即系会留翻喺英国。真系要多谢班黄人歌颂英国鬼，先知原来系英国叫白车，要等个零钟先到，同要衰过大陆。当时个即系心跳咧都已经好低啊，咁低。跟住我哋又即刻打电话，即系俾999咁样冇咁危急咧。咁嗰一次嘅白车咧，其实系一个钟，差唔多一个钟先到达。反大陆虽极唔识国语，都系中文，点讲得唔正？相信大陆医护人员都会尝试去理解听得明你，但系英国要讲英文，更要讲英文嘅医疗术语，要用 Google Translate 先讲到，咁到你揾到再讲到，个病人都肯定死得啦。言语上面咧，真系要因为啲学名啊，病嘅学名咧，真系唔识噶。咁嗰一刻咧，佢就问你，即系支持佢有咩病历啊，就即刻上手机查咯，心脏嘅 specific terms 啲乜嘢，即时查。哇，真系无比较无伤害。班黄人成日话大陆唔好，但点都唔会衰到学似英国咁，只有自己揸车先可以去买餸，一揸唔到车，竟然连食饭都成问题。要人地施舍俾你，系大陆。就算无人无物，落楼下点衰都一定有间细细地超市。同要而家大陆可以网上买餸，同有大陆衰极都有公车可以坐出去街市买餸，再或者叫管理处管家帮你，点都唔会衰到好似英国咁。你一大病揸唔到车，连想坐巴士出去买餸都冇。我哋教会嘅牧师，咁我出院冇几耐，咁佢知道我呢日揸唔到车，即系惊买唔到餸，佢嚟探我哋。佢带啲咩嚟咧？带咗一包30公斤嘅米，20公斤嘅米，20公斤好大包，好多面啊，好多菜啊，罐头啊，饺子啊，饺子啊，佢惊我哋冇嘅，出唔到街买嘢食。